四月二十四日，张灵芝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老公陈龙摆摊为小区居民理发的画面，并配文：“可以出户不出小区了，家门口摆摊理发业务针对邻居开放中。”Tony 陈，你好，加油！照片中，陈龙在家门口支起一个简易的便民理发摊，虽然看起来挺简陋的，但是邻居却很支持。据说陈龙的理发摊很火的，已经营业三天了，每天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居民。看来大家对陈龙的理发技术还是很认可的。画面中，陈龙打扮非常接地气，毫无明星架子，全程站着给邻居理发，动作有模有样，十分专注，看起来丝毫不输专业理发师。其实这也是既当志愿者后，陈龙又主动为邻居理发。不得不说，陈龙夫妇满满的正能量。此前他主动报名担任防疫志愿者，每天拿着小喇叭站在小区街道边指挥大家有序进行活动，主动上门给邻居发放物资等，十分朴实接地气，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。最后也希望疫情早日结束，也祝陈龙越来越优秀。